连接应景时蔬花国，肯定少不了旺来的凤梨花。而全台凤梨花最大产区的瑞穗乡复兴村，今年虽然有受到缺工的影响，采收量有限，但也因为物以稀为贵，收购价格比往年还要高，也让农民荷包满满，丰收过好年。花冠茂盛峥嵘的凤梨花打包装箱，农民赶在年节前夕上架，抢攻年节商机，龙年财运旺旺来。这它叶子我是觉得算漂亮的，堪称全国凤梨花最大产区的瑞穗乡，平安度过隆冬低温，凤梨花茂盛茁壮，但今年严重缺工，采收量少，市场供货量有限，价格也跟着飙涨。缺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啊自己地主农民自己在采，根本找不到工人，所以即便田里面有凤梨花还是采不出来，采不出来呢变成说我们供货量就会比较短缺的，所以说今年因为市场的一个市场机制，货量比较少，所以说价格整个拉高了，而且拉高的很多。那其实讲起来，我们觉得说今年这样，虽然农民在比较缺工的情况，他比较小的采出来，所以说量比较少。那大的呢，他就留下来做加工果，这个倒也可以。相较于以往，今年产地收购价格平均一箱400到500元左右，让低迷多年的价格直线飙涨，农民荷包满满，丰收过好年。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复兴村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从很早期就开始在种植凤梨，已经有数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早期交给我们的这个罐头公司，一直到后面的转型，成为凤梨花全台湾最大的一个产区。那现在也有兼种一些我们这个食用的，比方说金钻凤梨、牛奶凤梨等等。那今年的这个凤梨花的这个产量由于种植的这个量比较少一点那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大幅的攀升。随着新春脚步的逼近，象征吉祥旺财的凤梨花也成为了最夯的过年祭祖节庆的应景物品。而今年市场价格好，也带给大众龙年好运旺旺来，农民也有信心今年的农产品产销也能兴旺。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